啊，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好，我们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第二册第619页，在卷22。好，那下面有第四，有没有？四，那么。这个都是在讲财师的部分哈，念财师，因为念舍里头是不是有三种啊？然后有财师、法师跟舍诸烦恼哈。那在财师这个部分哈，第四，财为财物呢哈，复次财物是种种烦恼罪业的因缘呢。有时候财富反而是会带来一些罪。烦恼罪业，那在佛法有时候就是会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待那尤其在财务上用得不当的时候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若持戒、禅定、智慧种种善法是涅槃的什么因缘，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财务上应怎样自弃啊？何况在好福田当中而不布施呢？因为这个在三宝当中是这个良好的什么福田因为这个布施供养三宝的话能够去影响的层面更大那所以呢，这个透过财施透过财施的方式因为财务难免有时候会造下这个。烦恼罪业的所以下面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兄弟两个人，他每个人，这两个人各担着10斤的这个黄金，在这个行走的道路当中那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在这个哥哥就突然间起了一个念头。他看四下无人他就想说：“我何不以沙地来取金呢？”所以这是不是财务会造成我们的那个烦恼罪业因为起了什么这个贪心想要贪财物的心因为此旷路当中呢，人无知者，没有人知道我如果把弟弟杀掉，我就可以有20斤的金这。黄金很贵重的，对不对？都算两的那这个是10斤那么重的一个黄金，当然它价值不菲那这个哥哥做这样的念头的时候的同时，这个弟弟也升起这个念头，也想要杀兄取金所以这个真的财务财务有时候这个我们敌不过财务的这种贪爱那兄弟呢，就各有恶心所以呢，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啦，事端呢，皆异看起来都怪怪的。哎，在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是平常心了？就不是平常心因为他心中有鬼了，对不对？所以呢，还好这兄弟呢，又自己就赶快又体悟过来说，体悟说还生什么悔心。因为恶业就会毁恶业容易起毁心那这个等于他升起了懊悔的心，他说我等非人我们这样有这样的心，简直不是人与禽兽有什么差异这个同样是兄弟兄弟本是什么同根生，对不对？同样的父母那么结为兄弟的关系，这也是非常难得可贵，却为了这些少金的缘故，生起了什么恶心所以他们也很惭愧那兄弟呢，就各自自己就跑到哪里深水的旁边去，兄就以什么把这个黄金就干脆丢到什么水里头去弟弟一看呢，就说善哉善哉。因为他们都起了悔心那这个弟弟呢也一样没就马上他也一样
跟哥哥一样把他的黄金也把它弃到水中。那这个哥哥是不是讲，哦，善哉善哉，哎，哦，所以兄弟呢更互相问，何以故言善哉啊？因为他们内心的话是不是都没讲出来啊？哎，却是做同样的动作，然后也同样的回答，哦，所以他们呢各相答言啊，哦，他们就这个就老实说了了哈，他说啊，我就是因为有这些黄金的缘故，所以生起了什么不善心，啊，想要相互的危害，啊，而我今天今得怎样弃之啊，把这个黄金干脆把它抛弃掉好了，那这个一抛弃的话，恶心是不是也舍掉了，啊，所以呢，故言什么善哉。哦，所以这个，哦，还有他们的那个，哦，那个什么自悟的能力很强，自觉自悟的能力是不是很强啊？才免掉，哦，才免掉这场的这种恶心相向，乃至，哦，还杀掉自己的兄弟，哦，那是不是又形成大的恶业啊？哦，所以二慈各耳啊，哦，两兄弟是不是都正好同样的想法，所以都同样的在回答善哉善哉嘛，哦，所以以是故之呢才为什么恶心因缘，啊，才常常会变成是恶心因缘，因为我们贪爱，我们是不是也很贪财啊，哦，看到钱财也很喜欢也很高兴，哦，但是这种不义之财是不是不应该得的，哦，所以呢常因自念啊，哦，自舍，常因自舍，就是我们对财物的那种，哦，贪爱，我们平常也要能够去调伏，那这种调伏往往就可以透过布施供养的方式，哦，何况施得大福而不施啊，哦，何况如果在三宝的地方，哦，能够布施供养的话，哦，三宝是这种，哦，良好的福田啊，哦，这个何故而不施呢，哦，好，所以呢这里有一个赞布施的记，哦，如说，哦，布施名为行，哦，可以实践的宝藏了，也是一种善的亲友，哦，那终始，哦，始始终终呢都能够透过布施而怎样获得利益，哦，对方，哦，我们布施供养给对方，对方获得利益，哦，那其实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获益啊，哦，所以无能坏者，尤其我们自己的获益是因为透过了布施的因缘，供养的因缘而获得了福报的，这种福报是没有人能够去坏的，哦，因为是透过因缘而获得的果报，哦，那所以呢施为好密盖啊，哦，是一种好的那种可以盖住什么呢，盖住那种饥渴的雨，能够遮，哦，能够遮止饥渴下雨，哦，如果有个好的盖子的话，那这里面是不是就不会，哦，不会湿掉、哦，因为能它是很可以去遮掉饥渴，哦，所以布施的结果其实是反而自己获益很大，哦，那布施也是一艘监牢的船，能够去渡脱贫穷的大海，哦，因为这个贫穷，哦，今生的贫穷是因为过去是怎样这个奸吝的关系，哦，奸吝呢就是只为自己好嘛，不惜去坏了别人的好来利益自己，其实获得的是反而是自己的贫穷，哦，自己反而没办法获利，哦，那布施好像是让对方得到好处，其实反而是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哦，透过功德因缘而获得的福报，哦，那兼贪呢，哦，是凶衰之相啊，哦，如果 去做了兼贪的事情的话，会升起什么忧畏之心啊，那要是如何的去洗涤呢，就要用什么布施的水，哦，因为透过布施呢才能够升起什么福利来，哦，所以兼贪往往呢说，哦，疼惜的是这个
不去布施衣食啊，所以终身呢就没有什么欢乐可言、哦、因为我们很艰贪的心、哦、不愿意去利益他人，其实反而自己没办法获得利益，就没有什么欢乐了、哦、虽然就算纵然自己有、哦、这拥有财物呢，却跟贫困没有什么差异，因为施舍不出来，跟没钱差不多嘛、哦、所以最富有的人就是愿意布施的人、啊哦好，所以艰贪的人，他家里的这个、哦、家宅如同什么，如同坟墓一样，秋冢墓啊、哦、因为来到你家的人呢，都会想要避开，就不想来了、哦、因为很艰贪的，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哦、没有去好招待人家的，人家就不想来了，所以呢，终无有相者、哦、人家不会往你的家来、哦、家宅走过来，所以就像坟墓一样，大家都不喜欢去、哦、去坟墓嘛、哦、那如是艰贪之人呢，智者所摒弃、啊哦、是所唾弃的、哦、那虽然他还拥有生命呢，却、哦、这个命气虽然还没有尽，还拥有生命，却与死等无异、啊哦、因为他没有去利益任何的众生哦、所以自己也难以获益、啊哦、所以呢，奸人呢，他本身就没有福慧，所以呢，愚施呢就没有、哦、就不会想要去做，所以临当堕死坑、哦、到临终的时候呢，他就会练习生懊恼、哦、因为他这个没有什么善，所以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充满善业的人呢、啊哦，会比较平和的这个断气呀、啊。但是如果造恶多的人、哦、他会很多的心存不安的感觉、啊、会起得很多的这种 懊悔、啊、悔恨啊种种啊，所以我们说善业也有助于我们的临终、啊、因为我们比较心安理得、啊、这辈子总是没白活了、啊、因为去利益了很多的众生、啊、好，那所以呢，这个艰贪的人、啊、在临终的时候就会涕泣当独去，他只能孤孤独独的去，因为他没有结过善缘嘛、啊、就算人家要来帮他助念，是不是都找不到人啊，因为没跟他结过善缘，就很难人家来、啊、有所助缘啊，也很难、啊、所以呢，他会忧悔火呢会烧身啊，内心充满了忧悔、啊、觉得好像白活了 一辈子一样哦、所以呢，好施者呢，他反而安乐，无终、啊、终无有是苦。在临终的时候、啊、他其实还是充满了善念，充满了感恩，会觉得说啊，这辈子、啊、总是没白活了、啊、觉得比较心安理得、啊、所以人修布施者呢，他名闻满十方、啊、那种乐善好施的人是有好的名声、哦、也是智者所爱敬、哦、他入众呢就无所谓，他在大众中他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畏惧的感觉，因为他利益了大众的缘故，所以他命中之后呢就会升天上、哦、这一讲升天上是因为他的福报很大、哦、那久必得什么涅槃、哦、以佛弟子来讲的话，当然要累积一些福报，是不是才有机会能够修智慧、哦、向上提升、哦、乃至超凡入圣达于涅槃、哦啊、所以如是等种种的这种、哦、去呵责艰贪而来赞叹什么布施、哦、的这种寄送是很多的、哦、所以呢，是名念财施，这个就是所谓的念财施念舍啊、里面的财师，第二个呢法师、啊、念法师，云何法师呢、啊、那么法师有两种说法、啊、第一个、啊、法师因缘令得到、啊啊、是希望能够让佛弟子们能够得到，所以这个行者、啊、要做这样的念头说啊，法师的利益很大很大的哦、甚大，因为透过法师的因缘、哦、法师因缘的缘故呢，一切佛弟子等是不是就有机会得到啊、哦、懂得如何的修道、哦、如何的去行道、哦、修道乃至能超凡入圣、哦、这是法师、
哦，法师因缘能够令佛弟子能够得到，对不对？哦，还有呢，这个财师法师，哦，他的圣烈的比较，哦，那因为佛说有二种师嘛，哦，财师跟法师，但是法师为第一啊，哦，那就去做这样的一个比较了哈，财师的果报有限有量哈，但是法师的果报怎样无限无量的哈。那 B 哈621页哈，财师所得的是欲界的报哦，那法师呢所得的是三界的报，他可以哦可以纵横在三界当中，乃至还可以出离三界哦，法师他的力量更大。哦，若不求名闻利养势力啊，哦，种种，那只为了很单纯的学佛道，哦，并且宏大慈悲心来度众生的生老病死之苦，这个叫做啊，哦，这个就名为什么清净的法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哦，那在法师上好像就好像在做交易一样，哦，就如同示意法哦，我给你法师，你应该给我什么？哎，回馈或者供养或者什么，好像有条件的，就像买卖一样，哦，那这样子的意义就不大了，哦，就不叫法师了了，哦，因为法师的，因为他无所求，他的福报反而大了哈，哦。好，那 C 哈，哦，这个财师来说的话，哦，财师施多了，他的财物是会减少，但是他的福报会变大的。哦，那法师呢，法师他施得多，他的法还会更增益，哦，也就等于他尽量的不断的去，哦，不断的去做法的布施，那个法不会变少，反而会怎样，越变越多，哦，因为这个最常说一般如果没坑薄，哦，他不会说自己留一手的话，他反而是自己的能力是不会增加，哎，他是反而会更增加的哈，哦，所以呢，法师哈，哦，法更怎样增益，哦，那这个旧法新法来看呢，财师是无量世中的旧法，法师呢却是圣法出来未得，名为什么新法哦？因为财师来讲的话，因为透过财过去财师现在获得福报嘛，哦，所以呢，以过去来讲是旧法，但是如果法师的话，哦，他过去乃至现在未来都有机会受用，都有机会受用，哦，所以叫做新法会影响，哦，当然法师也要过去这个有善根因缘，现在愿意去做，乃至未来是不是还可以再延续啊？法哦，因缘它是可以延续可以流转的，所以叫做心法。好，哦哦，那一呢，哦，财师但能救诸饥渴寒热等病，哦，财师比较在根深气界上头，而法师能够去除98、哦，诸烦恼等病，也就是98识，这98识呢是有见到位上的88识，再加上修道位上的10识，所以总共有98识了哈。这详细说的话，就要有一个啊，其实我们也发过这样子的讲义了哈。所以如是等种种因缘，分别财师、法师啊，那么行者应念什么法师？除了财师以外，我们本身其实哈，啊，透过听经闻法，是不是也有机会有法财师的能力啊？啊，比方看到人家这个痛苦失意潦倒。那，哦，要去安慰他的心，本身是不是就是法师啊？哦，因为你去爱语嘛，哦，去这个例行同事啦，或者这个透过布施啊，哦，布施一些时间去陪伴他，啊，这个都是一种什么法师哈，哦？尤其透过佛法来安慰他，哦，那就像我们说，哎，《金刚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寄送就叫做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哦，有的人他可能家庭事业，哦，的失败啦种种，哎，那么其实也都有因缘的啦，哦，就算啊，哦，都没有任何的，哦，就算说是
等于说，其实这一切是不是都还是无为哈、啊、无常的了？啊，其实所有一切都是无常的啊，光是从无常里头哈、啊，尤其我们在困境当中啊，透过这样子的，有时候透过这种寄送，也会安慰我们的心，不是只有我不行啊。其实呢，这个所谓的无常哈、啊，它是遍布各个地方。也因为无常，所以我还有机会再度的站起来，对不对？因为无常，我可能从得意当中失意潦倒，但是也因为无常，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再恢复起来啊？哦，所以透过佛法啊的这种语言上的慰藉，当然也是这个内心上面的了哈。所以那个法师哈，他是更无限无量的。所以就像我们说，哎，可以救穷而不急，啊，可以救急而不救贫呢，啊，救急可以哈，要碰到什么灾害啦，什么赶紧啊，把财物赶快送去给他啊，救一时之急。但是要救贫的话，是不是还是得要有什么？要有佛法，啊，因为我们的贫穷的果报是因为我们的悭贪，啊，所以要告诉啊这个。真的为什么会贫穷？其实是要舍我们的悭贪，啊，是要舍悭贪的。这些都属于法师，啊，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啊。尤其我们说哦，平常多少熏习一些佛法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有这样子的的这种内容啦，或者体会去帮助别人，哦，好，那法师的内容呢？何等为法师啊？啊，可以有几，就是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哈、哦？所以呢，在一这里哈、哦、说，在方式哈、哦，佛所说的这三藏十二部经典的哦，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用清净的心哈、哦、来为福德与他来说，哦，我们是无所求的心，才叫做清净的心。法师上面是不是都应该要无所求啊？哦，因为在法上的体认。啊，会知道所谓的缘起性空，也因为性空，一切都不可得、不可求、不可住，啊，不可贪着。所以呢，这个就算在为自己修福德，或者在为啊别人啊，希望能够帮助他呢，都一样要用什么清净的心、无所求的心，才叫做清净心。啊，那复以神通力。啊，有的人还有神通力来令人得道，也是一种法师啊。啊，在《网明菩萨经典》里面也有讲到说，有人见到佛光明而得道者，升天者。哦、啊，就说有的人他透过神通之类的哈、啊，或者见到佛的光明啊，那么而这个。让人家起了想要学佛或者乃至要出家的心也都有的哈，所以呢，如是等口虽不说，但是令他得法，哦，也叫做什么法师，哦，也叫做法师，哦。那有时候，比方去济贫哈，因为他正在困难当中哦，他送了财哈，送了东西去，正好是他所需要的，他内心的感动也会哦。哦，也会觉得哦，这个佛教这么好哈、哦，就像慈济其实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哦，他在布施救济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召多少人也愿意加入这样子的行列啊？哦，好，那第二个部分啊、哦，要观众生的心性，还有他的祸啊、哦、的多跟寡，还有呢他的这种啊、哦、他的根基的利钝来。为他说法了哈，所以在第622页哈，所谓的法师要应机说法，要观机斗教啊，对不对？哦，所以呢，要观众生的心性，他的烦恼的多少，或者他智慧上面的利钝啊，属于利根还钝根者，所应该利益的方啊，他的如何能够受益啊？那么才来为他说法，就如同随病服药者有益呀、啊。哦，其实没什么万灵丹，是不是要能够对症下药的药才能够哦药到病除啊？哦，
所以呢是要这个就是所谓的因缘法，是不是要相应啊？哦，相应才有效啊！哈、哦，好，所以呢，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哈、哦，在为淫欲比较哈、哦，淫欲心比较重哈、哦，就说有的众生在贪嗔痴上面哈、哦，其实各有不同，各有所重哈。哦，有的众生呢他是淫欲心比较重，有的众生是嗔恚的心比较重，有的是什么愚痴心比较重，还有呢是两两杂、哦、其中的两项比较重、哦、有的是比方是贪跟痴比较重，或者嗔跟痴比较重，或者贪跟嗔比较重，是不是叫这个这叫两两杂，还有一种叫三三杂，三者都有、哦、三者都有、哦，好，那总说呢就是如果淫欲者哈、哦、淫重者呢就要为他说什么不净观、哦、不管如哈、哦、现在看到的善这个什么喂俊男美女终究一气不来啊、哦、是不是那个死人样子他的这个不净哈、哦、他的那种肿胀啦流脓流血啦乃至到他的啊、哦、整个肢体的散坏种种哈、哦，那因为起了不净观的时候呢，对现前的这种美景比较不会有啊，就是能够慢慢降低了。哦、啊，那嗔恚者、嗔重者的，要为他说什么慈心观，啊，要启发他的慈心，啊，这种娱乐的心，啊，因为我们嗔恚的话就是很讨厌他，啊，而我们应该要把那种对他的一种爱乐的心要能够起来。那愚痴心比较重的人要说什么生因缘观，所以我们说因缘是智慧的泉源啊，哦，透过因缘才是真正的智慧啊、哦，尤其对愚痴心啊、哦，所谓的愚痴就因为智慧不足嘛，哦，好，那如果两杂呢就要说两观，三三杂就要说三观了、啊，哦，好，若人不知道病相而投错的药的话呢，那是不是就那个药到病就不除啊？哦，或者乃至于转增就麻烦了，哦，所以这个要能够相应相契是很重要啊。当然要相应相契可是不简单的了，这个是不是就需要什么智慧？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菩萨不能只有慈悲心而没有智慧啊。菩萨是不是要悲智双运啊？慈悲与智慧都得要有啊！哈，好，那第二个呢 ？B 哈说，如果着众生相的话，那就要为他说什么？这个所谓的众生哈，我们的有情众生本身就是五蕴合合出来的众生，是因缘合出来的。因缘会不会离散啊？也会离散，所以在《金刚经》里头就讲嘛，哦，如果着了众生相，是不是就不名为菩萨了？哦，其实是不能去着了，哦，所以呢，这个要去离，要离众生相，就是要用因缘来离，哦，不过只是色受想行识的蕴合出来的嘛，那始终是无我的了。哦，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在这其中流转生死，其实不是哦，哦，其实是什么？是因为因那个什么？因为执着的关系，是不是才会缘生啊？哦，但是缘生之后又要面对缘灭啊，哦，也在缘生缘灭当中呢，其实是无众生相，因为他性空的缘故，性空，哦，就说。一般如果他认为说啊，那这个误解了这个无众生相，以为说啊就没有众生，那就要为他解释，不是没有众生了，啊，而是这个五蕴合合、五蕴离散的过程而造成了这个生命的流转，啊，也就是说，当众生，当我们说有情众生的死亡，不是就结束了，他是不是还会再流转下去？哦，它还会再流转下去的，哦，所以呢，这个误解无我，啊，误解无我，以为就无众生的话，啊，那就会形成断灭，所以我们就要为他说因缘的流转呢，五众的相续而有，啊，不能让它是断灭的，哦，一般我们都
啊，如果没有深入佛法的话，就会觉得啊，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会造成人的自杀，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无法去面对我眼前的困境，我就干脆自我了断，以为了断后就没有了。其实在佛法来讲，有没有 这算不算了断啊？其实没，还不算哦，哈，因为你欠了人家，人家下辈子还可以继续再去讨呢，哎，所以呢不能用哈，所以所谓自杀是一种逃避啊，哦，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之后导致错误的行为了，啊，因为这个不懂佛法，就以为我是可以去逃避的，啊，以为生命是可以断灭，死了就没了，啊，戏都刷给，啊，不是的，啊，其实我们说我们生命是不是不断的在流转的，啊，其实是不断在流转，啊，好，那为这种求富乐的人的话呢，就要为他说什么布施。哦，因为大家都喜欢富乐嘛，哦，那如何获得富乐的福报，就是要透过布施。如果想要升天的话呢，就要这个持戒，哦，持戒可以升天跟升人啊。那但是一般喜欢，哦，如果觉得，哎，天上比较富乐的话，那持戒呢，哦，尤其 他不一定要修定，那起码去什么去欲界天都有也可以哈，因为这种往往会认为说，人生很苦，人生苦，然后告诉他另外一个好的去处哈，那么就是透过持戒而升天哦。那人中多有所贫乏者呢，哦，就会告诉他，哦，天上其实也有天上的富乐之事啊，哦，也等于说是要应机说法了，哦，观机斗教。哦，也等于说有些人他不是一下子就完全能够入佛门，哦，就算入佛门是不是也是从人天圣五圣共法里面的人天圣法下手，啊哦，之后才可能有这个解脱道或者菩萨道上面的，哦，好，那如果恼患居家者，哦，觉得在家里，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那当然是未结婚之前的话，就有机会教他哈，教他说，哎，可以出家，啊，就算结了婚以后，起码也要家庭的那个责任了了，是不是也告诉他，哎，其实也不妨出家啊，因为恼患居家嘛，啊，或者着着这个钱财而居家的话，那就告诉他，哎，也可以修在家的五戒法。哦，那如果不乐世间呢，就为他说三法印，因为透过三法印有机会怎样出离世间，哦，那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跟什么涅槃寂静，哦，所以呢依随经法自演作义理譬喻啦，庄严法师为众生说，哦，不是只有出家人才能做法师，对不对？在家人可以不可以啊？可以的哦，哈，对法有正确的观念的话，其实我们也能够随缘尽分哦，哦，所以如是等种种利益的哈，都透过法师而获得利益的话，那么我们当念什么法师啊，哦？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的哈，哦，那当然是要对法要有正确的理解很重要，哦。或者比较更热心的去感受到对方的苦，哦，希望与乐拔苦嘛，这也是一份的慈悲心，哦，那也为他来做法师啊。好，所以呢念舍是不是就法师啊，念财师念法师，然后念什么这个舍烦恼舍诸烦恼，哦，所以第三个部分就念舍烦恼啊，第一呢，啊，在舍烦恼，啊，如何的舍烦恼，其实就如同去舍毒蛇一般呢，啊，啊，因为我们的烦恼很多，啊，有三结，三结是等于是我们的凡夫，啊，把凡夫结在世间法里面的三结，乃至到这个九十八十，啊，九十八十它是诶。通三界的，通三界哈，有见道的
80/80，再加上修道上的10/10，总共是有90/80。所以劫跟死都是烦恼，哦，只不过他能够有的是详细的说，有的是大啊，哦，大略的说了哈，哦。那总说呢，就是在舍这三劫乃至到90/80，啊，哦，等阶段除却，都能够去怎样去断除，啊，哦，去断除叫做舍。所以念舍是法，如同舍什么毒舍，如同去舍掉，哦，在监狱里面的那个桎梏一样，哦，那种脚链，哦，手铐脚链叫做桎梏嘛，哦，能够去除，那能够获得安稳欢乐，哦，因为我们都是被这些结识烦恼给怎样束缚起来的，哦，这是第一个，哦，要舍烦恼如同舍毒蛇一般，哦，所以后面也会讲到为什么说它是毒蛇呢，在第624页哈，第624页其实，哦，这不是经文，不是论的本文讲的了哈，这个诶还是在这一页，然后回到622页，为什么说我们的烦恼如同毒蛇，哦，因为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臭皮囊啊，里面是不是装着地水火风四条蛇啊？啊，地水火风就像四条蛇一样一直在搅乱，哦，那因为有身，因为我们执着这个身，执着这个心，是不是就会有痛苦有烦恼啊？啊，常常就是因为这四大不调，哦，这个因为有物质体，有，所以我们说我们有生之年才能够修行，也因为有生之年才有烦恼，有烦恼是不是才懂得要修行啊？有时候烦恼也不一定不好，要能够去运用啊，哈，那等于是也因为有烦恼我们才更懂得要修行，所以说烦恼即菩提，有没有，好，那但是我们去执着了菩提呢也变成烦恼，所以我们的烦恼是透过执着而来的了，哦，所以呢这个、哦，就像舍那个毒蛇一般，哦，要去舍掉这个毒蛇，哦，好，那第二呢，念舍烦恼亦入念法当中了，哦，因为前面有念佛念法念僧嘛，是不是也有念法，哦，那念法其实也是在舍烦恼，所以念舍烦恼亦入什么念法当中，透过佛法是不是就是在解除我们的烦恼啊，哦，去去除我们的烦恼，哦，所以这里有因论生论，哦，说既然，哦，前面有，哦，这里说的是念舍烦恼，其实是不是跟念法也一样，哦，为什么在念舍当中还要更说，哦，去舍烦恼呢，哦，那论主呢他也自答，哦，他设问后的自答，他说，哦，这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呢，哦，第一个，哦，因为舍诸烦恼来说的话呢，是法微妙难得无上无量，是故呢，哦，这个另外再更加强这个部分呢，哦，因为如何的去舍诸烦恼，哦，这样子的是更难得，就是更直接了，哦，我们在念法当中希望能够获得智慧，获得智慧无非是不是就在对治我们的烦恼啊，乃至去舍除我们的烦恼嘛，哦，好，那这是，哦，因为舍诸烦恼是难得可贵，所以才又再一次的说，哦，好，那第二个呢，因为念法跟念舍它是有差异的了哈，念法是在念佛法的微妙诸法中第一，念舍哈，所以念法比较重点放在什么佛法的微妙，哦，这个诸说中的哈，诸说之最啊，啊，诸法中之最哈，因为是由佛陀所教导我们真理法则嘛，那念舍的话是念诸烦恼罪恶，舍之为快，哦，好像比较我如果能够舍掉烦恼，哦，会觉得痛快一些，哦，所以呢它形象是不一样的，
哦，一个是重在法上头的，一个是重在舍烦恼。哦，当然它有相通之处了。哦，透过念法，当然，哦，一方面是法的微妙可贵。哦，那当然念舍的话，更是在去甩，哦，等于是去去除我们的烦恼痛苦罪业。哦，舍之为快啊。哦，所以这个是它的差异。哦，所以如是等种种因缘。啊，行者当念什么舍？哦，那第三个部分呢？啊，在念舍诸烦恼。啊，除了啊，一方面舍诸烦恼是难得可贵的；再一方面，哈，啊，念法跟念舍烦恼是有差异的。第三个，第623页说，这个念舍还要除增上慢。除增上慢，哦，因为念舍当中是初学禅智当中呢，哦，这个害怕升起什么增上慢，哦，尤其在慧学上头，哦，在慧学那么会跟那个禅，哦，跟禅定是不是容易做，是有必要做结合，定慧要均等嘛，哦，定跟慧要结合，禅跟智是不是也会去做结合啊，哦，那也因为这样子结合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哦，会自以为是，然后就啊，哦，高慢自大，啊，哦，那这个是我们术士的习性，啊，哦，会觉得哎，我好像比别人更强更厉害，啊，哦，那这个是要去怎样要去舍的，要去调伏的，啊，哦，这是我们术士的这种慢心所致啊，这个更是要去怎样要去除。哦，要能够去舍除增上慢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就很难继续学下去，哦，因为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嘛，哎，那就可惜了，哦，其实我们说在学佛过程那个是不是啊，是无量无尽的呢，哦，所以不要学得正确，哦，会知道自己的渺小，学得错误的话就自以为是，哦，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哦高慢的特质，哦，那就不好，嗯，好，所以念舍有财师法师跟什么舍诸烦恼，哦，好，那第六叫做念天，哦，念天在第623页，哦，念天，哦，有几种呢，哦，这个刮胡一叫做念六欲天，第二个呢念三界天，是不是范围变大了，六欲天还在欲界里头，哦，那念三界天它的范围更大，哦，第三个呢是念升天升净天，哦，三个层次，哦，好，那我们来看念天，哦，念天呢里头先讲的是六欲天，何谓六欲天，是在欲界里面的什么四天王天，哦，再上去是刀立天，再上，哦，这两天是地居天，是依地而住，依地而住，哦，之后就空居天了，哦，就有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所以有欲界的六天，哦，好，那这里有个事宜啊，哦，就这个设问说佛弟子应该一心要念佛念法，为什么要念天呢？哦，那论主就自答说，因为，哦，知道透过布施的这个福业因缘果报的缘故，哦，所以呢他也必然会受什么天上的富乐，也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呢也就念天了，哦，因为前面也讲到念舍里头是不是有布施啊，哦，好，那第二个呢，因为知道，哦，有升天的福报而不受，哦，复次，哦，是八念呢，啊，哦，因为现在讲的是八念对不对，念佛念法念僧然后念戒对不对，哦，念舍，第六个是不是就是念天，哦，那然后呢念出入席还要念死，哦，八念嘛，哦，那佛自说因缘啊，
哦，当然有这个说八念的因缘。那所谓的念天者，应该要做这样的念头，哦，说啊，能够这个有四天王天来讲的话呢，这个最低的这一层天叫做四天王天。为什么会到四天王天呢？是因为他修了五种善法的因缘，才升到四天王天。哦，那有什么五个善法呢？就是第一个要信罪福，哦，这个善业能够得福报，恶业是不是就得到罪业啊？哦，业障，哦，并且要受持戒，哦，要持戒，哦，第三个呢要闻善法，哦，第四个要修布施，第五个呢要学智慧，哦，有这种五个善因缘呢，所以会获得生四天王天的果报，哦，我亦有是无法的缘故，哦，所以呢就很欢喜，哦，尤其在临终的时候，因为这辈子，哦，这五种法都修了，那临终之后啊，临终的当时候会有欢喜心，因为这五个都是善法嘛，哈，所以他就会啊，会说是天已是无法的缘故，所以会生在什么富乐之处啊。我亦有是啊，我也是有这五种法哦。我欲生彼亦可得生啊，啊，我想生到四天王天，那我的因缘条件具足，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啊？啊，但是呢，我因为天福无常故呢，我不要去接受，啊，所以就能够怎样不着，不着了，啊，也就是当我们透过学智慧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哎，不见得一定要到什么到天道去享富乐，啊，为什么？因为那里的福报大的时候，反而容易怎样障道。容易障道的话，我不要去，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哦，哦，那不去的话，怎样还生人间？啊，我愿意来到人间啊。有人说啊，人间这么苦，就因为苦，我懂得修行啊。但是福报会不会消失啊？我没去天上受福乐，那我来到人道呢？鸿福齐天呐，啊！多少的福报，你到哪一道一样，啊，如果修过福报，那就看投生在哪一道，其实他的福报依然存在，依然存在。所以修福报不是决定我们去哪一道的关键，那个是满业。其实修善恶，啊，就说那个善恶的因缘多寡的问题，会投生善道或者恶道，啊，那尤其透过佛法的话，佛陀鼓励我们保持人身是最容易行菩萨道的，啊，是可以修菩萨道的，啊，所以纵然有升天的福报，但是呢也不想去，啊，尤其只是在欲界天，那修了福报而智慧不足的话，那么也会障道，啊，也会障道。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个在欲界天，哦，所以呢，接下来在念的更大的、更广的天，就是三界天，哦，因为三界当中清净有清净天，欲界天还不是非常清净，因为都还在五欲当中啊，哦，所以叫做五欲杂居地嘛。哦，无欲杂居地，其实到色界，尤其无色界天，哦，它清净天也比较多，哦，为什么？何以故但念欲天呢？哦，那论主也讲，他说声闻法当中说是念欲界天，但是，哦，菩这个摩诃眼大圣法当中 是说的是念一切三界天，讲的范围更大哦。所以大智度论里头，哦，常常会讲声闻法怎么说，菩萨法怎么说，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哦，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哦，阿弥陀佛。